他们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提出来。然后我们在10分钟之后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辩论赛。辩论的时候，你们是反对那一方。哦哦哦。那个裁判团的同学，就是今天签到是签在你们评分表后面，所以麻烦记得在评分表后面签的。Thank you.
欢迎各位来参加这场比赛。那首先我先介绍这场比赛的题目是我国应推广基因改造食品。那再来我介绍一下是我们这次的评审，在我左手边是思辨社的社长杨淑婷同学。那在中间这位呢是黄台珠老师。那在我右手边的是赵大卫老师。那本场比赛采奥瑞冈333制，也就是申论、质询、答辩各3分钟。那将在2分30秒时按铃一响，请示范。那2分30秒，3分各按铃一响，请示范。3分28、29、30各按铃一响，请示范。届时请台上辨识停止发言。好，那我们今天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初赛的队伍。正方呢由第一组担任。正方一辩由林清韵同学担任，正方二辩由黄志祥同学担任，正方三辩由李梦竹同学担任，正方四辩由李朝阳同学担任。接着进到今天的反方是由 B 组同学担任。反方一辩由廖怡柔同学担任，反方二辩郭同山同学，反方三辩庞浩翔同学，反方结辩张景顺同学。那现在请双方结辩到台前来。现在我们进行抽签，等一下会决定哪一组先进行结辩。抽签结果由正方先进行结辩。那现在双方若有使用道具，请交由裁判检视。请问双方有道具吗？好，那如果比赛中若有抗议事项，请于比赛结束后5分钟内以书面方式递交主席。OK。好，那比赛进行中谢绝任何掌声。在场若各位有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本席宣布，比赛将于铃响后1分钟开始。好，时间到，那现在请正一上台申论。我们是赞成推广基因改造食品，那可以从3个面向来看。
三个是从生态链的部分去看。那第一个生产量的部分，基因改造食品可以使作物的生产量提高。基因改造的食品可以抗虫、抗病、耐寒、耐干燥，所以可以提高作物的生产量。第二个，它可以使生产的成本降低，因为基因改造的食品可以节省肥料的成本以及农药的运输消耗的成本，而且也可以减少喷洒农药，然后还有清除杂草的人力成本。第三个是基因改造的食品的作物可以容易管理，因为沃土易导致杂草生长，防治不易。那基因改造的作物有抗杀草剂的效用，所以能有效的防治杂草。第四点，基因改造的食品可以减少因为市场变动所导致的生产损失，因为它可以调节就是作物的成熟度，然后可以配合市场的需求数量，然后叫调节价格的波动，可以减少损失。那从消费的需求面来讲，基因改造食品存在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改善世界的粮食的需求问题。那在2009年的时候，人口已经突破了68亿，在2050年的时候，预计将会突破94亿。那如果以人口的加倍成长的速率来看，粮食的需求量至少要提升4倍。那在这部分，基因改造食品可以让耕地气候不佳的，就是无法耕作的地方，可以进行作物的生长，然后也可以使产量，刚刚所讲的产量提高，那可以满足庞大的人口对于粮食以及饲料纤维的需求。那第二个优点是，可以提高食物的营养性，并且改善人类的健康。第三个优点是，基因改造作物与传统作物比较起来来讲，基因改造作物比较容易掌控，因为我们可以先筛选过基因，然后可以较传统来讲更有预测性及可知性。那从第三个生态面来讲，基因改造作物可以使化学药剂的使用量减少，因为有抗虫抗病的基因可以减少农药的喷洒，然后同时降低地下水的污染。那第二个部分的话，第二个对于生态的好处是，基因改造作物可以使重金属的污染减少，就是透过一些基因的研发减少重金属的污染。以上就是我对于三个面向的分析，然后所以我们赞成我们应该要推广基因改造。请反方二辩上台质询。大家好，方辩你好。首先，先针对您方的几个论点做一下确认。您方第一点是，基因改造可以让我们的生产农作物生产量上升，然后第二点是需求量。可以让就会容易调整它的产量，让市场的损失减少。然后第三点是让食品容易管理。还有什么要补充吗？好，那我们就来看吧。首先第一点就是针对你方说基因改造可以让我们的生产量增加，那你方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粮食的生产量增加呢？我刚刚在需求量的时候有提到，就是人口的生产会到达94亿，所以我们人口的加倍成长换算，我们的粮食需要提高4倍。当然，那是世界的人口，可是今天我国并没有缺粮的这个问题，所以，当我国不需要更多的粮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基因改造来提升我们的生产量？可是，就是基因改造除了提高粮食产量之外，它也可以就是减少人力成本，我们可以减少人力成本去发展更适合需求我国的技术生产。好，所以先生，当然我们不需要靠基因改造来提高我国的生产量，我国粮食的生产量。
因为我并没有缺两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节省这方面，我们可以把生产量提高，节省人力成本。好，我们今天或许可以提升人力成本，然后但是我们并没有缺两位，然后再来看第二点，就是我们的需求量，可以请您帮再清楚点讲一点，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市场损失减少吗？可以请您把第二点讲得更清楚一点吗？基因改造作物可以控制作物的生长速度，所以可以调节作物的成长期。然后如果当市场上已经充满了这个作物的时候，就可以让它减缓它的生长速度，不要造成市场过多的供给。所以我们可以，可是我国并不需要，我国今天并没有缺粮这个问题，所以我国现在并不需要就是这些调节的作用，然后冒着我们基因改造这么大的风险来对我们市场做一个调节。我们没有缺粮的问题，可是我们有技术上要发展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为什么我们技术上要发展？我们除了在基因改造，你刚说的食品安全问题可以从技术上面去改，但如果你说没有缺粮的问题，我们可以将节省下来人力成本去发展我们其他项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的技术，就是非基因改造，像是您刚刚讲到第三点，就是讲到我们可以用其他技术来提高产量，或是降低病虫害。那我们是如果可以用其他技术来降低病虫害，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用基因改造的方式来降低病虫害？我刚刚技术面不是有点，我刚刚技术面是发展过程，就是台上辨识停止发言。现在请反方一辩上台申论。大家好，然后我们是反方。那我们主要强调有三点。第一点是，神奇同时会提供不实的数据，以及他们没有利益回避，所以他们可能会影响欧美大国的像是 FDA 的法律制定。那我们在制定我们基因改造食品法规的时候，常常需要参照欧美大国。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可能会得到错误的资讯，然后没办法支出正确的法令。然后第二点是可能会造成健康上的危害。在1989年的时候，美国发生了左旋色氨酸事件。那这件事情导致病患会出现肌肉疼痛，然后还有全身麻痹，然后血球指数迅速飙高的病症。那追溯原因，他们找到是因为昭和电工以基因改造细菌大量制造左旋色氨酸。那最后这件事情造成，根据 FDA 的统计，它的病例是5000到10000人，然后死亡案例则是40名。所以我们对于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有很大的疑虑。那第三点就是有关基因的移转部分。2006年，美国农业部长宣布，美国生产的长粒米受到基因改造稻米的污染。那基因改造作物的虽然有严格立法规范，然后也有政府业界他们的监督执行。但是难免百密一疏，我们不能确定这种事情是不是不会再发生。而且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两次，然后第一次是在2000年的 Starlink 玉米事件。因为以上这三点，所以我方坚决反对我国推广基因改造食品。谢谢。请正方三辩上台质询。上市的
提一下，就是其实2000年的那个 Starlink 的那个玉米事件，就是它是只能用于饲料，但是不能用于食品，但它最后因为人为宿舍流入食品，造成很多人发生过敏的事件。那我觉得这就是我所谓的造成健康上的危害。如果你不能确定这件事情不会造成健康上的危害，那你也没办法控制它的流向，那是不是就不该推广这件事？但是你刚刚说它只是适用的，那为什么会规定到？我刚才不是说它是适用，我说是它的规定是只能用于动物的饲料，不能用于食品。那它最后流入到了食品端，然后进了人类身体，产生了过敏的事件，造成多人过敏，那我觉得这就是对健康上的危害。我觉得啊，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动物要看，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会得不到新鲜，然后现在有在用？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不应该推广基因改造食品，因为我们还没办法保证它不会流入市面上。那如果我们没办法做好配套措施，是不是我们就不该先让这个事情发生？那你可以再讲一下你第一点吗？我第一点主要是，举例来讲，孟山都公司它曾经在1998年被指控为了 RBGH 贿赂加拿大卫生部，那它也在很多资料上的提供是不实的，甚至那个实验是不精确的。那这些数据提供给 FDA 会影响他们对于基因改造食品的立法。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常常会参照欧美大国所立的法律。那我们因为数据是不实或者是不精确，那他们立的法可能就是不符合现况，或是不符合基因改造食品所带来的危险或是什么。那我们是不是会立错误的法律，因为不实的资讯？好，谢谢。现在请正方二辩上台申论。我们支持那个我国应推广基因改造食品。我们可以从一些比较市场方面的面向来讲，第一个它可以调节市场追求效益，就是可以研发一些新的品种来开拓市场，然后它可以借由让物种里面植入一些可以更正或控制产期的基因，让可能我们冬天可以吃到可能只有夏天才有的水果之类的，让那个我们的产品能够用有更多样化的产品来增进市场的效益。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让农产品的生产期和成熟期延后或提前，或者是延长它产品储存的期限，这样可以供应市场的需求，能够达到最高的效益。另外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基因改造食品它可以增加食品的营养素，它可以让我们可能平常只吃的白米里面它含有蛋白质、高量纤维质，还有高量的维他命 A。 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含有维他命 A 的黄金米，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用利用基因改造，然后让它能够含有更多原本白米不会拥有的营养素。然后之外，它还可以基因改造食品，我们会推广的原因，还有它可以去除过敏因子，就让原本可能吃这种食物会过敏的人，然后它能够借由基因改造食品来享用这种食物。但是因为我们去除了过敏因子，所以让它那个什么，那种食物的市场能够更大，能够扩大这种市场，然后能够有更多的那个，有更多的经济效益。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改变风味，让食品的口味能够更有多样性。然后我还找到一些例子，基因改造食品
像玉米、黄豆、油菜、棉花，它可以让它能够耐除草剂，就是当我们要大量用低人力成本，然后大量种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基因改造的玉米、黄豆、油菜和棉花，能够大量减低人工成本，然后可以制造出大量的产量。然后另外还有木瓜和南瓜，它可以抗病毒还有虫，让它就能够产量能够更提高，然后能够产出更好、更优质的品种。谢谢。现在请反方三辩上台质询。大家好，这方面很好。首先我先确认一下你的论点哈。第一个是你们认为基因改造食品可以更正并且控制作物的产期，作为一个商业上的考量，是不是？是。另外可以因为供应需求而可以改变它的产期，并市场的需求可以更客制化，是不是？是。另外可以增加它的营养价值，是不是？是。可以去除过敏因子，改变风味，还有增加一些除草剂抗虫性、抗病毒性，是不是？好，那我们就针对这几点下去做讨论。第一个，更正并且控制产期，请问一下，你可以说出这个必要性吗？有，像有就是从经济方面来讲，像有些比较寒冷的地方，它没办法。我是说在台湾本地的必要性，台湾的本地并没有像一些非常极端的气候，例如说冻原、寒原或者是沙漠气候，基本上我们各地都有各地的植物，那我们需要用这种更正它控制产期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产量，或者是提升商业上的必要性吗？那这是以经济效益来讲，它将会可以提高更多的经济效益，就可以如果冬天能够生产夏天的植物，那基本上就能够有更大的经济效益。我们是以经济效益来考量，不是以说必要性来考量。那请问一下，提升的经济效益，那它的外部成本你们有考量到吗？有，这些那个我们研发出来的，它基本上它制作像冬天能够产出夏天的产品，那基本上它的价格应该就会稍微比那个原本在夏天卖的高，那基本上就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我这边讲的外部成本是像你后面提到的，第一个在营养价值的上面，像你刚刚提到的黄金米，维生素 A 其实在各种食物里面呢也都含有，那你如果去多摄取各种不同的食品，也一样可以得到维生素 A。 还有过敏因子，过敏的因子你能够保证在基因改造里面不会出现新过敏因子吗？在我们的反方前面就已经有举案例了，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考量到这个可能性？这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过程应该他们在研发的时候会有试验，然后还会有那个还会检验过，他不可能说你研发出黄金品然后就马上推行到试验上，他还是有一定的试验，一定的物种试验，他不可能说有一定的传染因子但是还是有到试验上，就是都经过深层的检验过。好，那请问一下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在除草剂抗病毒这一方面，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大家都知道在生物之间基因转移其实也是有可能的事情，那我们出现超级杂草或者是超级病毒的状况有没有可能发生？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在外国已经有发生这种事情了，请问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台湾你要怎么解决？那我们可以借由科技的进步，然后如果它的科技的进步，现在台湾如果你们现在就要推广，就要马上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等待科技的进步。谢谢。好，请台上辩士一直发言。现在请反方二辩上台申论。大家好，今天我们题目是台湾推广基因改造，而我们台湾是一个技术不成熟的一个小国，我们要基因改造是要学习我们美国、加拿大这些大国的一些技术。然而，在我们美国、加拿大的这些大厂，
他们会在这些大公司，他们会去贿赂一些政府，他们制定的一些政策，或是去贿赂去干扰他们的一些研究室，进而让我们的有问题的一些基因改造食品流入市面，然后就会产生一些就会产生减少物种多样化、跨物种疾病、破坏生态平衡的问题，还有许多健康的问题。今天最后面有一再强调，台湾今天我们需要我们基因改造可以提高我们的产量，但是我方认为我们今天台湾并不需要增加，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增加我们台湾粮食的产量，因为我方有正就是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的人觉得，今天台湾有缺粮的问题，第一点是因为台湾粮食浪费现象非常严重。然后第二点就是，台湾将许多能吃的作物拿去作为生殖能发电的结果。然后第三点就是因为市场的炒作。然后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多解决办法，像是推广一些商业化农业，或是让银行贷款给小农民，然后不以粮食真能吃的粮食来作为我们生殖能的生产，这些都是可以解决我们粮食的问题的。然后在今天我们不需要更多粮食的情况下，然后也不能确定就是我们的成本是降低的，因为还有许多外部成本，方面都没办法证明说就是我们的成本是下降的，如果把外部成本算进去的话。然后再来，方面再强调就是说，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营养。我食品的营养像是黄金米，但是其实我们需要这些维生素 A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台湾国人饮食非常不均。然后再来刚刚没有的最后一点就是可以防治一些虫害病虫害，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有非常多方法，像是水耕，然后让鸭子进入农田，然后来吃我们这些小虫，这些非常多的方法都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面在要推广基因改造，就像是我们今天已经可以跑得像豹一样快，可是对方原来想要飞到天空去，然后他们宁愿冒着就是从悬崖上跳下来摔死，或者被飞机撞到之类的风险，然后也想要往天空发展，不如好好的就是先把你跑的一个动作做好。所以我方认为我国现在不应该推广基因发展。基因改造食品，谢谢大家。单请正方一辩质询。喂，就是他们一再的强调说台湾并不缺粮，可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未来的情况，而且再来台湾就是面临高龄化的状况，而且我们有许多的粮食引进，也并不是说台湾。全国都不足，而且台湾的技术不成熟的话，如果可以因应检验标准，那应该也是可以有一套办法的。刚才你说什么不成熟，而且刚才我刚才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我方暂时就是已经没有，就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缺粮的问题，而且我们台湾现在并没有缺粮的问题，而您方也想要推广经济发展的话，您方应该明确的告诉我说台湾未来会有缺粮问题。你爸也没有告诉我说他未来会有缺粮问题，然后好，这样这样听听，我试试你的猎狗。就是我方台湾现在并没有缺粮问题，我方已经证明台湾现在并没有缺粮问题，而你方现在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基因改造来增加我们的粮食，那你方是不是需要告诉我说就我们未来会缺粮？其他耕作方式或者新的研究，研发，就是
研发一些新的技术、机器什么之类的来改造，来改善我们的现在的情况，而不是借由经济改造来改善我们现在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你对于刚刚所说的外部成本，你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解释，你就一直强调外部成本。那么我们外部成本就是像就是会有一些，假设你发现基因改造，就是会有一些不成熟的技术，然后流入市面，然后导致他们破坏生态，或是让我们生病。然后平方今天在我们不需要增加粮食，然后又说成本可以下降，但是平方并没有把这个外部成本算进去。我刚只是想要说，就是平方今天没有把外部成本算到你的成本里面去，民方就不能说就是我们成本一定要下降。我觉得要澄清一点，就是我们赞成推广基因改造食品，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就一定要运用下去，我们应该是先把技术发展成熟，就再应用下去。所以刚刚一直强调我们就是很看得很就是跟报一样，都不管现在，就是可是我们所强调的应该是不止。现在不应只是就是我们不应该现在推广嘛，然后比方说我们现在应该慢慢研究，所以那都没有，我们现在慢慢研究就是不是在推广我们的基因改造产品，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基因改造产品就是国外已经有这么多案例，就是这么多问题。好，请台上辩是一只大雁。现在请正方三辩上台申论。其实我对于现在人已经不再种田这件事感到你们可以提出证明吗？例如多少比例的年轻人已经不种田了？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还是可以看出
很多台湾还是有农夫的，那还是会有年轻人会去种田。那台湾目前还是一个农业发，就是农业还是发展不错的国家。可是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所以大家认为你在种田就已经是那种未来，就是会认为这就是现在就是劳动力在做。而且这点我不太认同的点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最近有许多在农业上面技术突破，但不仅止于是基因作物上面的农业技术突破。我不认为那些读生物科技，我是读农业的，回去种田或者回去研发这些技术会没有希望。那我觉得长没有希望，回去种田没希望这种事情还蛮武断的。那我还有一点想要问，还有两点想要问，就是你们提过，就是1992年，然后基因食品在美国上市之后，然后 WHO 也有做出风险评估。那我想问，那刚刚我提到的 Starlink 玉米事件，那风险评估下来，它已经经过风险评估，但还是发生这样事件，你们会怎么处理？因为你刚刚提的时候。就我刚刚听来，我觉得其实是人为疏失，并不是因为基因改造所以才产生这个问题。就我觉得是那个人为疏失，而并不是只要是基因就不是不好，就是不好。但在人为疏失依然存在，有可能存在，甚至可能人为疏失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可能是法律制定不明，或者是流程制定不明。那在这些条件都还没有合格的时候，我国是否应该推广基因改造食品？我觉得应该要。那为什么在这些条件都还不合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只是做初步的尝试，而且其实现在对外国都已经有在推广基因尝试，并没有很多人造成一些很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也觉得这句话太武断了。在我看来，左旋色氨酸的事件就是造成很大的危害，它造成的病例是5000到10000，然后死亡案例是40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没有造成过很大的危害。而且你不能因为这个层面，然后就跟基因食品改造。好，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谢谢。现在请反方三辩上台申论。好，大家好，我是反方三辩。接下来我要针对我们这个议题，我方认为我国不应该推广基因改造食品，基于以下原因。一个，我国并非全世界，而是台湾。台湾是一个小国，我们地少天小，而我们的生态多样性非常的多，是需要我们去保护的。再来，应该的应这个字并非是可以，应该表示我们必须有必要性。刚刚在对方论点上面没有提到必要性的问题，我这边做一个阐述。台湾目前为止，第一个没有粮食问题。如果长期看下来，台湾的人口并不会直线上升。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说我们把粮食的产量弄大就好，而是我们应该要想如何去提升我们国民在这一方面的一个标准。例如说，刚刚讲到的营养问题，第一个营养问题。国人的营养不均衡，原因不是因为食物的营养不足，原因是因为国人本身吃的东西就非常的偏颇，偏食的问题，这些在教育层面上可以改善。再来，环境上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呢在台湾的环境上，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作物。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到大，到处都可以种了，第一个，各地的特殊作物会消失。而各个季节特有的产物也会跟着消失。那么在这个方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对短期来讲可以供应市场需求，但是在台湾的长期发展来讲并不有利。
原因如下：第一个，台湾可以借由这一些特产发展观光，发展特殊的生态农业，例如说桃米生态村，它利用一个自然工法去种植、去生产，它没有用基因改造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那么它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它除了提升了它的产量之外，也让当地的人有更多额外的收入，并且没有过多的额外成本。再来，食物防治像鸭子水稻，刚刚有提到，也是一个例子。那么在推广上的问题，如果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政策，人民就要买单吗？经济观点，只有经济观点而不考虑到它的必要性、它的危险性，这个是应该发展的吗？还有生态的观点，刚刚有提到健康的观点，会不会有像刚刚提到的过敏现象发生？有的，这是肯定的答案。另外，在基因垄断还有政治利益挂钩上的论点，这也会是台湾长期下来的一个隐忧，并不是只有短期会造成这种问题，长期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所以我们不应该要人云亦云，外国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提升我们的教育，或者是说我们去研发更棒的方法，不应该用这个有问题的计划继续发展下去，而且我们不能忽略少数。谢谢。好，现在请正方二辩上台质询。大家好，对方好，我想请问一下，你刚刚有强调说我国并非全世界，那请问一下，这就是你所谓的有那个长远目标的想法吗？如果我国并非全世界，我国就只是局限在一个小国，然后不跟全世界有任何挂钩，这就是有很有未来的那种你的看法吗？好，我首先呢，可能先跟你阐述一下我的意见吧。我这边指的我国并非全世界，是指说，在一个我们是站在一个多方考量的观点上，我们并不是只有限于经济利益这一块。台湾当然经济利益重要，没错，但是台湾还有更多其他的方面应该要去考量，而不是世界怎么做我们就该怎么做。我们现在是局限在经改造实力这个方面，不是在其他方面。对，是这个方面没有错，但是基因改造这个方面，我们已经证明了跟着世界走会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路？这个我们认为是的。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一直强调说我国并没有缺粮，那请问一下，你能够确定说我国没有引进任何粮食？如果单纯以我国的生产粮食来看，真的可以足够我国来自己使用吗？好，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现在呢，的确会有引进粮食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推广基因改造粮食，而外国利用基因改造粮食大量生产，势必会压缩到国内农民的生产空间。因为如果他们的产量是十倍，我们的产量是十倍，他们的十倍跟我们的十倍差距非常大，他们会压倒这个优势，反而会来吃掉我们国内农业。那这样推广反而会造成国内的伤害，而不是提升国内的经济。我觉得你问题有点偏颇，重点是在我国，不是在国外。是啊，是在我国啊。如果是从外国进口粮食的话，他们的基因改造作物量多了，就传到我国来了。那这样子，我们国内就算也是用基因改造作物，产量还是无法到那么多啊。你的回答有点偏颇，因为这基本上是关税问题，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关键。好，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说，你说我们国民标准是营养问题，然后因为我们国民普遍都偏食，这可以用教育来解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花费在教育的经费有多少？这些拿来研发基因改造食品，让它更安全，那这样子经济效益不是更好吗？好，这边我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时效性。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必要性去提示去这个推广基因改造食品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不花钱去推广其他更有效或者是说危险性更低的计划？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有问题的计划继续做长期的发展？因为它已经看到有危险性出
现的，而这个危险性并不是少数的危险性，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而只是光是以教育成本、以教育来那什么执行的效率来看，基本上它效率真的是极低啊。基本上是教育经费真的在花费在这个上。好，请台上面试主持发言。那比赛在此告一段落，本集宣布领奖三分钟后作结。时间到，请正方结辩上台。喂，裁判大家好，我是正方结辩。首先，我们先来看题目：我国应推广基因改造食品。这个题目叫做推广，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基因食品我国已经有推动了，只是是否要推广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在讲什么是基因改造食品，我们可以承认它有很多的可能的危险，有很多的问题，像我们台湾到底缺不缺粮，到底缺不缺粮食，它的安全性、它的成本、它的外部成本，然后我们推动这个的必要性是在哪里。所以从刚才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农夫们是利用杂交的方法来改善它植物的特性，而进一步改变它的风味。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科技进步，所以才可以使用生物科技的方法来使它的基因直接做基本上的改变，使它能够更有效的、更准确的使
它产生我们所想要的产品，可以得到更好的优点、更少的缺点。但是通常来讲，你做一件事一定有利与弊，我们产生了这么多优点，势必也会产生一些可能的危险。所以我们就要，我先厘清一下刚才他们所讲的论点中，他们第一个提出我们的缺点是错误的资讯，就是在1998年那时候的，因为它的发展不精确而导致一些问题，那就代表那是他们发展时候的疏失。那我们推广基因改造食品的时候，我国也有基因食品的法规，在这一点上，政府跟法律就是对基因食品上的一个支持，一个对它的规范，而我们在这些安全规范下，我们的食品才会安全。所以这不是说我们因为这样子精不精确就不去赞成这些基因改造食品。第二个，他说疾病安全性，他说在玉米那些转殖，还有因为人为疏失而把饲料用的产物用给人吃，那是因为人为疏失而把饲料拿给人吃，所以它里面所改造的东西，他们一定是知道那是有危险性的，所以才会禁止人吃。那因为它是因为人为疏失，所以才给人吃。那我们不能说因为基因食品而造成这项危险。你同样的，就好像说农药是专门在用在除草剂上面的，你不能说因为人吃了农药，所以农药是不安全的。那我们再来看说，民以食为天，所以食对人民是很重要的。它的健康、它的成本、它的价值，都取决于粮食。而我们国家要强盛的基础，这也是国家强盛的基础，粮食与经济。所以，我们除了推动基因改造食品可以增强国家的基础外，好，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现在请反方普遍上台。大家好，我是反方的杰辩。然后首先我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次的题目是我国应推广基因改造食品，所以我国从我国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常来讲，就是世界粮食有问就会缺少，像非洲那边。可是我们这次讨论的是我国，所以在台湾方面就会常就是电视上常说台湾会造成台湾没有饥荒，只是常会造成在吃到饱餐里面浪费很多食物，所以这样子。只是我们该做的应该不是去研发基因改造食品，而是减少我们对食物的浪费。然后我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从人民，就是我们推广基因改造食品之后，我们所需要付出的经费啊，研究经费，像是那些是不是要由我们人民来去买单，或者是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税来承担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我们从健康观点来看的话，就是像是1989年的左旋色氨酸事件，已经造成10000个病例跟40人死亡，这个事实已经无法忽略的事情。然后还有，就像是我们使用基因改造食品的时候，说会帮助我们提高维生素 A 的含量的话。在过去10年，世界各国在解决维生素 A 的不足和营养不良问题上，都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像是在孟加拉的那边，已经通过膳食补充或家庭菜园等手段，然后解决维生素 A 缺乏的症状。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已经在其他技术上取得很好进步之后，就不用这样进行改造食品。然后，另外再从生态的观点来看的话。使用基因改造食品的话，会造成我们生态多样性下降，而生态多样性下降之后，就会造成我们生态系整个不稳定，也就是食物链会造成食物链会有问题，之后会，也就是我们反而到最后自己害到自己。然后另外我们再提到第四点是基因垄断的问题，像是有孟山都这个公司啊，就是它就是利用垄断基因的方式来
来用利用垄断基金之后，让原生种的数量减少，之后垄断基也就是它之后再靠贩卖这个它产生的它垄断这个基因的之后来卖贩卖专利权，造成就是它可以获取更多的暴利这样子。还有最后一点我要提到就是政治，像是他所讲的，那三度公司在就是被指控有在贿赂，在1998年的时候被指控为 RPGH 贿，就是贿赂加拿大卫生署这样子。嗯，谢谢。好，那我们欣赏完今天这个这么精彩的辩论，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评审做讲评，那我们先请赵道老师为我们做讲评。
我这里有一个刚刚前天的出来的那个资料哈、啊，我这个不是在跟大家讲前面啊，就是讲基因改造的作物又掀起科学的论战，哇，刚好就是你们前两天没有看，也许没看到这个新闻啊，看到的话，你也许可以把它提出来啊，你们两方都是一样，都可以提出来啊，就是前天了啊，这个新闻里面说那个这是一个中研院的一个院士研究员写的了哈、啊。那他说到有两个那个特别的关于基改作物的行为，一个是一则是利用发表科学文章操控媒体来反对基因改造食品，另外一则是一位知名的环境保护学者竟然去支持基因改造作物啊。那这两个哈、啊，这个就是如果你注意一下新闻，也许哈、啊，不只是找资料的时候啊，那有用啊。那个我们也许手上就是你读一些很多的资料啦，那另外一个还可以看看最近的新闻，就是报纸。我们有一句话说，这是我是在那个基督教论坛报上看到一个说，一手拿圣经，一手应该拿报纸，意思是说，知道这个圣经可不可以在现况，在现在还可以用。这个同样的情况，一个是经典之作，就是传很久的；一个是马上就新闻，就是报纸是一天就不会再看啊，对不对？类似这样的，但是它却反映现在的时代的东西。好，希望同学都能够多多的增广自己的见闻啊，这是我们通识课的一个重要的。谢谢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请黄凯初黄老师为我们讲读。好，两方的参与辩论的同学啊，还有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同学啊。那我想我非常同意赵老师刚才分享的东西，所以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啊，那就是科学教育的角度啊。那我觉得同学真的很幸运啊，就是有这一个课的开设。那特别在这个课程里头啊，我们增加了这个辩论的机会啊。那我不晓得参与同学的感受是怎么样，不过我非常肯定他在教育上头的意义啊。第一个，你们一定要团队讨论啊，让你们彼此之间学习怎么样的沟通，然后怎么样做团队的表现，这是一般我们的通常的课上很难有机会学习到的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第二个的话，我们从学习的效果来说啊，平常你听的时候啊，其实你是蛮被动的啊。可是当你要准备这个议题分享出来，而且还要准备别人来质疑你的时候，他会质疑什么，然后你如何答辩啊？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的学习就不一样了啊。你可能会非常主动的去了解各方的讯息，然后重新组织你要呈现的内容以及质询的内容，以及会被问的时候你如何答辩。所以你的学习形态变得非常的主动，而且你的学习内容上你自己的认知上呢会非常的批判啊。那过去我们大概学习都是就囫囵吞枣，就把它吞下去，老师讲什么我们就相信啊。可是当要被质询的时候啊，所以你会发现你会去批判一些东西，它确实有好处，但是它也有风险啊。所以在这上头的话，到底怎么样的攻防啊？所以我第二个肯定它的教育上头的意义，让每一位参与者啊，其实都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学习者啊，而且开始会学习批判，因为批判能力在我们国内是最弱的，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让你们做这样的演练啊，所以我想啊，非常肯定这个教育这个辩论会的举行。那因为我们国内很少啊，所以我要先是肯定每一位参与辩论的同学，你们真的做得很好，因为可能在我们
国内这种机会很少的状况下，你们把资料的收集还有在现场面对同学的时候的呈现，我想都是非常肯定你们的表现啊。但是因为这种机会不多，所以你们在预备度上呢，我感觉到就像刚赵老师说的，你们辩论的时候那个气势啊，自己对自己讲的东西要熟悉，要有信心啊，所以会鼓励你们稍微熟练一下你们要讲的内容，甚至练习一下，然后手上不要拿着这个资料这样子拿着念啊，虽然你很有理，这样一练一出来的话，那气势就会少很多。把它试着变成小卡片啊，拿个什么，然后自己要练习的很纯熟，不得已的时候稍微看一下，提示一下，还是要面对观众，然后很有信心的把你的东西呈现出来，因为你都有预备，所以你的东西都有内容的。最重要就是你要相信，所以你要熟练你的东西。我想这样的呈现效果就会非常好啊。那我想要肯定两边，然后我也鼓励大家，就是在未来的学习上，可以用这种辩论的方式，重新用你的批判的态度来学习我们的科学啊。那我想非常肯定两方的表现。那未来的话，希望大家更熟练这一类的呈现。那在科学教育上 ，SSI 啊，我们说的社会性科学议题啊，这一类的议题是将来大家在公民的社会上都会面对，所以今天的练习相信对你们深都有帮助。谢谢你们两组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呈现，让我们学习到很多。谢谢。
那这也是台湾推广基因食品的一个立足点啊，懂我意思吗？嗯，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可以把台湾跟世界链接起来，而不是一直被反方说，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全世界，又不是讨论台湾，这样子。对，那在反方一辩，其实我觉得反一很聪明的，你们一开始就抛出了很多东西说，其实基因改造食品是不好的，因为基因改造食品不是这几年才有的，它已经从国外就一直都有发生过。那所以你们拿了很多国外的例子告诉我们，基因改造食品它其实是有风险、有危机性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避免。OK， 好。可是反一学妹跟正方你们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你们都没有拿资料。你们今天讲了很多的东西，可是你们没有呈现资料给底下的裁判看，我们怎么知道你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对不对？所以辩论比赛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们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资料。那你们在呈现资料的时候，你们应该要这样子跟裁判说：哎，根据内政部的什么什么白皮书，那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件事情。OK 吗？这是你们之后在准备比赛上面可能要在比较留意的地方。不过因为今天是初学者嘛，所以就比较不会那么苛责。但是在于资料的证明上，你们两方的确都是有这个必要性，要让裁判知道你们是有这份资料，而且你们讲的是确实的，而且是可以给对方辩友去验证的。对啊，不然你们像很多例子都是你们在台上说，哎，我们在1988年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说，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没有那么严重啦，对，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么有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这时候其实拿资料出来看最准嘛 ，OK 吗？所以这是一点点小小的提醒。再来，一辩讲完之后。上来的质询，我比较要嘉许的是反方二辩。你上来之后，你做了一个很好示范，你做了一个框论点的动作。框论点是什么？就是一辩你讲完了你的论点之后嘛，所以质询者你要上来确认啊，你要框你的战场。哎，我们今天要打的是这一块哦，而不是等一下对方讲什么，我全部照单全收，然后就是一直的无限扩张战场。可是正方好像就少了这个框战场的这个动作，所以导致后来，反方在讲的时候，他们其实讲到了，他们一开始是讲基因改造食品的坏处，再来他们开始又质疑你们有没有外部成本啊，然后开始质疑你们，台湾跟全世界的标准在哪里？可是这是在他们一辩的时候没有提到，这是他们后来的时候才出现的，懂我意思吗？所以因为你们少了这个框论点的动作，所以在对方打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哎，他们好像哪里都可以打，哎，你们哪里都会中枪的感觉。对，好，那再来在反方一辩的时候，这个申论啊，我要讲一下，就是反一的学妹你在举例子的时候不太好，因为他们在问你们资料，那你跟他们说，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用了一个可以给宠物吃的饲，可以用饲料的，可是给人吃到嘛？可是这跟基因食品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呀，对不对？这是人为的疏失，就像是结辩，正方结辩的时候他讲到的，就是人为疏。其实你们举的例子比较多都是人为疏失的问题，而不是基因食品本身的问题。只有你们在举第一个例子的时候，就是美国有很多人过敏，然后有造成40个人死亡，这个例子是比较好的之外，其实我觉得你们举的例子比较偏向于是人为方面的，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们在例子的引用上，其实也是要比较小心跟谨慎，因为你们还有第二场比赛，所以就是提一个建议，让你们下次可以准备的比较好。那在正方二辩跟反方二辩之后，你们其实我是觉得你们的战场其实都有延续下去的，像正方就是开始还是链接着你们前面的嘛，你们觉得可以开拓市场啊，可以增加营养素啊，然后可以有除草性减草成本，这些都是一辩说过的。
可是比较可惜的是，我觉得你没有更深入的去开，讲出更多的好处。因为你讲的东西其实一遍就已经讲过了，那你应该讲一下后续的发展应该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们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跟利益 ，OK 吗？或者是反驳反方一辩说的论点，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所以今天你们两方其实都有种太短了，你们在申论的时候很快就结束，把自己想讲的讲完，好，我结束了。你们没有想到，你们还可以去攻击反方，或者是可以再去攻击对方的一些说法。那在这个时间上的浪费其实是比较可惜的。对，那再来在正方二辩的这个质询的时候啊，其实反方三辩你后来又再框了一次论点，对吗？其实这个比较不需要了，就是框论点就框一次就好了。对，那再框的话就会比较浪费时间，因为已经框过了。然后在反方二辩的申论质询的时候，学妹有一点点质询申论化了，因为你本来是要上来问他问题的，可是你变成你一直在阐述，其实我们的基因改造实体不是这样子啦，我们其实是想要提高产量啊，或什么，可是你就忘记要问他问题了，对啊，所以这个比较可惜一点点。那在正三在三辩的部分，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三辩的工作主要是要做一个损益比的工作，损益比就是比赛已经到尾声了。那裁判刚听了那么多话，一定头脑很混乱啊。所以三辩的工作就是你要整理一个战场，把东西整理好。好，刚刚正方说过什么？刚刚反方说过什么？好，那两权比较之下，其实我们比较有利。你们该给裁判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让我们比较去相信你们说的话，懂意思吗？所以三辩的工作其实主要是做一个比较的工作，那个叫做损益比。对，但是今天比较没有这样的呈现的方式，有点可惜。对，所以这是我的一些建议啦。那希望大家在准备下次比赛的时候，可以在这几个地方再做改进。但是我觉得就第一次比赛而言，其实大家准备的都已经很好了。那这是我今天一些小小的意见。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赛后可以再来询问我，或者是写信给我都可以，或者是可以来辩社来找我们问问问题之类的。对，谢谢大家。现在就是来最紧张的时刻，公布成绩了。那我这边首先声明，等一下我公布的成绩并没有按照我们裁判的座位顺序。好，首先第一张裁判单，正方分数107分，反方分数124分，反方胜。第二张裁判单。正方101分，反方133分，反方胜。第三张裁判单，正方123分，反方139分，反方胜。第四张裁判单，正方97分，反方114分，反方胜。第五张裁判单，正方115分，反方137分，反方胜。比赛结果，正方比反方0-5，所以是反方胜利。今天比赛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然后我们还没要下课，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再要颁奖，等一下会颁三个奖，一个当然就是团体优胜奖，那另外两个就是正方有一个最佳辩士，反方有一个最佳辩士。那首先我们先请赵老师帮我们颁，就是团体奖反方，那请反方派一位代表出来领奖。
大家鼓大鼓掌，谢谢。正方的最佳辨识，刚刚成绩统计完，正方的最佳辨识是二辩同学，那请二辩同学出来。那我们请台柱老师让我们分享。
器官呢、啊？来说，好冷。如果他吃到肉类的话，他可能会过敏。那这是不是就是基因改造食品？可是现在基因改造食品对这方面有没有严格的把关？因为这方面是基因改造食品的造成，所以他们就非常就是现在法规一直集中在这一块，所以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吹毛求疵的。好，这是吹毛求疵的，那就是我配合官方的理论，吹官方的吹毛求疵是很严格，因为这毕竟是人身安全，人身安全是最大的。好，你说你很严格，就是干预毒，就是做毒的饲料。